强，明天星期天，咱们歇一天好不好？咱不开店，咱出去玩玩。啊，咱们俩好久没有一起看过电影了。啊，行，听你的。电影院这么漂亮，现在都不叫电影院了，叫影城。这电影票怎么那贵呢？难得来看一部电影，不贵的，不贵的。师傅，给我来个爆米花，请问您要大桶还是小桶？大桶的。师傅，我又不是个小孩子了。不说了吗？难得。咱们看哪个电影？我看看啊。爸，你来买爆米花啊？看电影，《哈利波特》。啊。乔大哥，啊，对不起啊，嗯，我要知道今天这种情况，就不应该提看什么电影不电影。看电影怎么了？又不是看不起。不是，叫二强请客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儿子孝敬老爹爹，这有什么？是，他是孝敬你，我这不是沾你的光吗？多少有点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和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主要二强他们不这么想，你说是吧？你管他们干么事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在我的家，我想做一件事啊，没得有人挡得住啊，晓得吧？哦。哎。今天在电影院碰见爸，吓我一跳。我也觉得挺意外的。哎，你说爸跟那个保姆，这算是约会啊？一起看电影，你觉得呢？嗨，管他呢，咱约咱的。这不是最后四个人看这个电影吗？别别扭扭的。你觉得还可以？下回咱们看电影，再换个电影院，省得再碰上他们。